当天，导演杨树鹏率领演员张译、倪景阳等主创先后出现在两场影院的见面会上。刚刚观影完毕的观众表现得十分热情，主创们收获这样的场面，自然非常感动。第一场就有这么多的朋友们跑到这里来支持我们的电影，首先给大家鞠个躬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这么信任我们的这部电影，谢谢你们。谢谢，谢谢。这边匹夫剧组跟首批观众聊得正酣，而大当家的黄晓明怎么没有出现在现场呢？原来匹夫上映当天正赶上黄晓明母亲的生日，为了给母亲庆生，黄晓明独自一人低调地出现在另一家影城里的亲友观影场当中，将一束鲜花及这部电影都一并送给了黄妈妈。尽管黄晓明没和大家一起跑影院，但是张译在背后可是没少夸他。晓明是我们这个戏里的大当家的，这个整个在生活在拍戏当中，对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都很关照。黄晓明为了这部戏苦练肌肉，虽然自叹不如，但张译还是很滑头的，借着这个话题号召大家多看几遍匹夫。所以我也练了练之后，如果你们一帧一帧的，或者这么说吧，如果你们想真的看到我健身的成果，你们可以再看一遍这个电影。